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各位大德，我们再一起来学习《法句经·故事集》，里面有佛陀实际的教导的事项，也有配对的法语。在故事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佛陀。他是一位真实的人物，他在教导弟子，或者是一般的有缘的众生对象的时候呢，他是用一个有智慧、平易近人的方式，最主要的是在时机、因缘很适当的时候，提出佛陀的教导。最主要的，也就是要让受教的对象呢，他很适时的能够觉悟，就是从这个事件里面有一个教导。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啊，好像我们读起来也并不是很艰深，也没有好像。很困难。那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说，其实佛法也是要在世间里面，从真实的这种对境里面去体会的道理。一样的境，不同的心，不同的感受，那也有不同的。成就啊！如果我们对着镜，啊，是顺着我们的自己的习性起贪嗔痴烦恼啊，那我们就是永远就是凡夫了。可是如果我们知道了有佛法的这样的一个正确的观察，哎，那我们一样的镜呢，就不一样的感受了。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以前我们好像不能忍受的这一些的困难对境，那学佛以后，我们也会觉得说，哎，我们能够忍受，而且呢，从那个里面呢，我们又更加的增长，所以这个就是法的尊重，就是法对我们的利益，就是给我们。真正的力量，能够最大的学习，所以要学佛，也就是要学佛的法。那《法句经》里面呢，就是一个很原始的这样子的一种教导啊，那有实际的故事，然后又把佛陀在这个故事里面所教导的这个法语啊，我们又把它。啊，坐在前面，啊，这样子的一种重点的提醒啊，所以《法句经·故事集》，也就是有法句，然后又配对佛陀当时的这个法句的教导的时机因缘跟对象，哎，那就让我们更加印象深刻，啊，那我们在学习上面呢。应该也更有效果啊！啊，那我们这个单元呢，就要进入第16品，这个题目呢是喜爱品，也就是我们会觉得心里啊有所执着的这样的一种贪爱或者是爱念啊，那因为这种的喜爱呢。通常就是会让我们产生执着的，只是呢，我们人的这种习性啊，如果没有一位啊智慧的人，圣者啊，帮我们点醒，说啊这一些的这种我们好像习以为常的啊情绪啊情感啊，实际上呢。也就是造成我们痛苦的原因。那
没有听到这样子的教导的时候啊，我们人就是常常会处在忧悲苦恼里面，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啊。那如果我们听闻了佛法，才知道说，哦，原来这样子的执着啊，我们是可以把它啊，把它隔离，去把它啊放下的。我们可以不要一直都是这样子贪着，而让我们一直在悲伤、痛苦里面呢？哎，那这个就是我们学佛最大的利益啊！我们就是要用这个法而改善自己，所以这个也就是学佛最大的好处啊！所以我们从第16品开始啊，最主要讲的喜爱品，也都是比较多佛陀在开示啊，就是因为执着贪爱，然后呢，所贪爱的喜欢的对象啊，有变化的时候呢，就会产生又被苦恼。那佛陀呢，就适时的来教导啊，就是不要执着贪爱啊。那我们看第一个故事啊，就是谈到说执着会妨碍修行。啊，也就是贪爱，就是一种执着，啊，那它是会妨碍我们修行的。那我们先看前面的法语啊，就是有三则。第一个呢，就提到说，比丘若流连不该去的地方，不修持正思维，放弃戒定慧三学，而还俗去追求快乐，则只能羡慕修正的比丘。那这个部分呢，指的对象是应该要好好修行的出家众啊，比丘啊。那如果呢是流连不该去的地方，那一个比丘应该是往要啊修行。那如果说啊，在佛陀的时候呢，还要到啊这个城市里面去托钵乞食啊，那他的目的也是为了要啊度众，然后为了要乞食有食物啊，能够就是帮助身体的这种维持啊，那他去这个城市里面，在世间的人群里面呢，可是他并不是去啊享乐的啊，所以他只是啊，为了达到其实的目的呀，啊，那跟流连不该去的地方呢，也就是说，他是为了去世间人群的地方是要去享乐的，啊，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说是为了啊这种享乐而去这个不应该去的地方啊，就是我们说世间呢，这个游乐场所啊。啊，那这样子呢，就不能够修行。所以下面说啊，那如果啊去流连这一些不该去的地方，或者是他不修持正思维，也就是一个修行的人呢，是应该随时啊，在我们所经过的地方、所去的地方呢，我们是用一个正确的观念来看待一切事项，就是正思维。啊，就是我们说同样的境，可是我们的心啊、观念啊、思维不一样，那我们所产生的反应也不一样啊。啊，所以要培养正思维是很重要的。所以在八正道里面也有正思维啊。那正知见呢，也就是我们已经建立的正确的观念。那正思维呢，也就是我们在对境上面，我们怎么样子去看待所处的这些的啊，这个环境啊，我们所遇到的这些的事情，那用法，就是如法去思维，也就是说，这个是一种因缘，然后我们用一个很客观的心去看待，那这个里面可能有我们的因缘的参与啊，那有的是
啊，这是外在的影响啊。那我们怎么样子去啊，真实的去了解啊，站在法的这种立场，那这样子呢，就让我们呢，在所有的境界里面呢，我们就会培养更多的智慧。所以，就是要修持正思维是很重要的啊。那在这个法句里面的教导呢，主要它是一个用反方向的，也就是说，如果比丘去了啊，是要去享乐的啊，不应该去的这样的地方啊，就是不好啊。那如果他是没有用法的方式来思维，那也是不对啊。或者是他放弃戒定慧三学，也就是佛法的啊基本的三个大纲领啊，就是要有这种啊戒律的规范。还要呢，培养一个安定的心，能够让我们的心有一种能够很安定去观察，那这样子的智慧才会产生出来啊。所以这三个是三足鼎立啊。那如果也放弃了，那怎么修行呢？啊，所以这样也不行啊。那乃至说，他是一个出家众，然后呢，他就放弃了自己的这个啊出家的目的。而还俗了，然后更啊，要去追求世间的这样的娱乐，哦，那这样子就更不行了，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他就等于是只能够羡慕修正的比丘，也就是说，他本来是应该是发心要去修行啊，可是呢，他所做的都不是要修行的行为啊，那这样子呢，他最初的这些的目的呢，他只能够羡慕。人家还是真正啊，能够坚持到底啊，能够修行的比丘是这样。那第二个法语呢，也提到的是说啊，不要贪念可亲或不可亲的人事物，怨憎会、爱别离都是痛苦的。那这里就讲到了我们这一品开始啊，这个喜爱品的一个重点，也就是说。啊，我们在这个世间呐、啊，我们喜爱的啊，一个是喜欢的可亲的人，那另外啊，我们不可亲的人，我们是叫做就是怨嘛啊。我们说一个是贪，那一个是嗔呐、啊，嗔就是怨恨呐、啊，我们不喜欢的啦。那不喜欢的其实也是喜欢的反面呐啊，所以。这两个呢，都是贪执，也就是一个是贪执喜欢的，一个是贪执不喜欢的，所以这两个都是贪。所以这个法语呢，它就是让我们看到说，不管我们喜欢或不喜欢，其实对我们的心，它的实质的反应呢，都是贪执。就是说，我们就是执着，这个是我喜欢的。那我们也执着说，这个就是我讨厌的，对于我们的心的这种反应啊，它是一样是执着，只是我们一个是喜欢，一个是不喜欢啊，啊，所以针对我们喜欢或不喜欢的，那就产生说，当我们喜欢的要分开的话啊，这个叫做爱别离，那我们不喜欢的，我们就是永远不喜欢见到嘛，那偏偏又会碰头。啊、哦，叫做冤家路窄呀、啊，所以叫做怨憎会，啊，我们怨憎的对象又会啊，就是相会，会碰到在一起呀、啊。那喜欢的、爱的又要分别，要离开，啊，那这两个也是一样痛苦啊。所以一个是当我们执着啊，喜欢不喜欢的时候，它都是一种执着。当这两个喜欢的要离开。或者是不喜欢的要会面，啊，那我们一样都是痛苦啊。所以这里的啊法句的教导，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个事实的真相，其实是一样的，啊，只是说我们因为有个人的这种选择啊，我们认为说我喜欢的我会产生快乐啊，啊，那。我不喜欢的，我产生是痛苦啊。
那实际上，这个快乐跟痛苦，在佛法里面呢，它把它譬喻，一个是水，一个是火。那如果我们溺水，或者是投到火坑里面，其实是一样痛苦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事实的真相。只是呢，我们世间的人呢，我们就会觉得说，我们喜欢的，我们的这种快乐啊，我们不觉得是贪执。那我们讨厌的呢？我们如果碰到了，我们觉得那种痛苦啊，也难以忍受，所以呢，我们就分不清楚真相啊。那第三个法语呢，提到的就是说，那怎么办呢？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正确的态度呢？他说，所以啊，我们不要执着，亲人，因为爱别离是痛苦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心里啊，开始有一种执着说，这个我好喜欢呢、啊，这个人我真的是很，真的是台湾话就尬爷啊，就实在是很喜欢这样子啦，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要警觉说，让自己的心要平静放下，因为呢，爱别离是痛苦的，也就是说。你有这种贪爱的时候，等到贪爱的对象，起变化，那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失去所爱的，那是很痛苦的了。那后面的结语呢，就是说没有爱染与正愿的人，毫无系缚。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亲呐，是不是尽量能够客观一点呢？不要太过执着那么情绪化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没有爱染，然后呢也没有嗔怨正怨，其实这个人呢，真的是对我真是破坏到极点了。我那样把他当作是仇人呢，他对我百般的欺负啊，我们真的是升起了很大的怨恨心呐。这种仇恨心呢，可是我们也要平静自己，所以在佛法的这样子的一个根本的教导啊，实际上它是看到我们生命的很深层的根本问题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喜欢一个人，其实是我们的情绪过度激烈我们自己也不平静就觉得心里整天都会觉得好像。好像这种太兴奋了嘛，你就觉得哇，太高兴了嘛，很喜欢嘛。那如果对一个人很憎恨，我们觉得这个心好像纠结在一起那到底谁在受苦啊？第一个应该是我们自己，太过贪爱，我们自己也是不舒服。那嗔恨的太过严重我们的心也伤害啊。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些医学就发现说，一个人的身体的这些的病其实很多都是情绪来的，所以呢，有一些人，他就是长期的怨恨，他可能就是肝火那如果是就是心里充满的怨恨呢，他可能他就是胰脏或者是这一些比较深层的这些的病就是隐约的有这种。忧虑在那里所以他情绪就影响我们的生理它是不可分的，所以呢，佛法的这一些的，这种教导听起来我们会觉得好像我吃亏了，他对我这么不好，我为什么不生气呢？那我们就要知道说其实呢，就是对我们好，因为我们是要把它化解我们自己不要重伤可是呢。当然，一个坏人我们也要认清楚他所做的是不对的，还是要很清楚。所以，我们对一件事情当然还是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察、评判对是对，不对那都是很清楚的。那一个人会让我们喜欢，当然他会有好处，他是有优点的人。那我们也不要因为这样而否认他的优点。那我们对伤害我们的人，
我们不去憎恨他，也不表示说我们同意他做的不对的事情，只是我们是更在意我们自己的修行，我们自己的这个生命的保养、爱护，所以这样子来评判的话呢，我们就毫无戏份啊！最主要是我不要被我的贪爱或者是我的嗔恨来把我绑住了，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修学佛法的时候啊，我们如果能够理清这样的观念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哎呀，他对我们不好，我们心里不要怀恨，是这样子啊。那对照的这个故事呢，我们刚刚说它是执着妨碍修行，那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舍卫城里面呢，因为有一个家庭啊，他是一个独生子，然后他呢就没有得到他的父母亲的同意啊，就自己去出家了。那他出家以后呢，他的父母亲啊，是一个独生子啊，他对他呢是多么的疼爱啊，所以当这个独生子去出家的时候呢，他的父母亲呢就觉得舍不得这个儿子嘛，所以呢他们就想出来说，那我怎么样才能够一直跟着他的儿子呢？他们就想出来说啊，那他们也去出家，所以他的爸爸呢就出家当比丘，然后他的妈妈呢就当比丘尼，然后呢他们呢就出家了以后，也还是放不下他的独生子啊，他们没办法自己生活啊，所以呢，他们就建了一个精舍啊，然后呢，就跟他的这个儿子，就住在一起，就好像是，三个人呢，都是出家人，可是住在同一个精舍，又好像是以前一样一个家人一样啊，然后呢，他们就一样聊天啊，吃饭啊，整天好像是一般的生活。所以当时呢，就有一些其他的比丘啊，他们就看到这一家人呢，明明都已经出家了，可是就好像在过在家的生活一样啊。虽然每一个人都剃了头出家啊，所以他们就看不惯呢，就去告诉佛陀这一家人三个他们这样子的行为啊，那佛陀呢就告诫他们呢说一旦出家修行呢，就不可以像在家人一样，住在一起。然后呢，佛陀又教导说，爱别离、怨憎会，毫无疑问是痛苦的。但是呢，虽然是爱别离是痛苦的，可是呢，也不可以说贪爱任何的人或众生啊，因为感情的执着会影响修行，所以佛陀的教导呢，最主要的也就是说，这个小孩的父母亲，他因为太疼爱他的独生子啊，所以他不舍得跟他分开嘛。如果分开就是爱别离，那爱别离的这种痛苦怎么来的？也就是他们对于他们的独生子的贪爱执着，就是一定要把他的儿子呢，就好像拥有，然后要生活在一起呀。那佛陀说，那这个虽然是爱别离，要分开是很痛苦的，可是也不能说一直在，一定要住在一起啊。就是你舍不得这种痛苦，那就没办法真正像出家人一样修行嘛。所以佛陀的意思，也就是说，那应该是好好修行，乃至呢，就是不要住在一起啊，出家众嘛，那你应该去参学随着佛陀啊，然后跟着这个圣者啊、长老比丘有修行的去学习嘛，那这样子才像出家修行所以这个部分呢，也就是一个贪爱的一个故事。就是让我们知道，他可以为了自己的独生子，而去出家，可是呢，又执着一定要，出家了还要住在一起，那就跟在家中没有差别的这种生活啊。
所以这个法语主要的也就是让我们知道，不要有贪爱，那能够对于我们的这种爱，就是没有执着，那就也不会有这种爱别离的痛苦。那相对的就是怨憎恨，那我们也能够观察得到。所以佛陀的教导呢，它是一种相等的，就是有爱也有怨恨，那我们也要能够去同样的去观察到，我们最后也把学习的功德来做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